欢迎大家在我的台听那安思密，千祈无行海家。Selamat datang di YouTube channel Diana Anzumi. Tetap disimak, jangan beranjak.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各位朋友好，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好啦，大家，今日咧我会讲僵直障碍。嗱，喺呢度有三样嘢嘅材料嘅，正呢度僵直障碍咧都好简单嘅。好啦，大家随便睇，千祈冇行开噶。在香港现在是冬天的，所以吃这个都对的。在这里的材料有些一支鲜奶啦，是啦，跟着在这里有些姜的，最好其实拣一些老的姜的，跟着在这里有些啡色糖的，大家都可以加一些砂糖都可以的。第一时间在这里晒干净的姜之后呢，可以抹住它的，是啦。这里呢起码都啲汁有啲有一羹咁样嘅，起码啲姜汁呢有嗰啲出嚟之后有一汤羹咁样嘅，是啦，继续抹落去嘅。食呢度嘅煲电咧，对身体会好啲，因为啲有啲姜汁嘅，会保暖个身体嘅。嗱喺呢度咧，跟住你加茶嘅，系啦，倒落去。呢度香港姜汁沖奶咧都好出名嘅，喺出邊都好多人買嗰啲，都真係好出名嘅。大家都可以試下自己口味啦。個材料咧有三樣嘢，係咪好簡單咧？跟住在这里摇下一阵，跟住你分两碗咁样嘅。跟住咧喺呢度啲奶咧，喺阵间我会煲下佢，起码用30秒嘅，晒火都中火嘅，系啦咁样。跟住你喺呢度都差唔多嘅，跟住你可以喐下喐下一阵咁样，跟住冇用羹搅匀佢喎。啲呢度都烫都好快用晒嘅，系啦，喺呢度跟住你可以熄火啦。嗱，跟住你啲奶咧可以冲埋落去系个姜汁嘅，系啦，咁样。起码呢个奶都热到70度嘅，系啦咁样嘅。所以点解呢度叫姜汁撞奶呢？因为嗰啲姜汁喺个碗嗰度咧，俾嗰啲啲热奶嘅撞落去咁样嘅。好啦，大家真系好简单咧。喺呢度。姜汁
将来呢形成咗啦。我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个好简单呢度方法啦。嗱喺呢度食之前呢，由佢摆侧边起码都5分钟都够时间嘅。好多谢大家支持我。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。那喺呢度咧，先系把啲更快嘅上面嘅，系啦。我正落去嘅时间都成功噶，可以识下啦，大家多谢。个味道好香好滑，真系好好味，随便试下我嘅方法啦，多谢。